竟有两只 PSP 哦。我有两只 PSP 啊。我有两只啊，只是在不同账号。所以王子哪一只啊？梅菲斯有两个阶段，这一个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它就会破坏地形。那个墓碑是什么？一样，一样。左圈圈，哎，右边。好悲啊！没喝到。好呀！好。我这里到团火车站要走三公里多，他妈的！不要掉下去哦！要破坏地形。七阶有那个像伊利亚那样哦。有。打。这是三空间嘛？我还记得。三空剩十条血就会那个，哎，这个会把你推下去，不要碰到。出去嘛，还是好像出去。靠呗，卡通娃娃下线。快到快到，就这个要吃蓝色的球，蓝色的球，蓝色的球，我知道，有三次，我知道，嚯，这个也太快了吧，我知道，这个适合比较好吃哦。知道 ，nice， 结束了。对嘛，这是银色，超好吃啊！啊，那要 PSP 啊！可以哦，可以打得完哦。四分钟左右吧。四分，对啊，四分钟左右。可是我们打完要瞬间出去，然后快点点。三分钟，哎，三分多，哎，是吧？然后我快点按 F 二。